你果然是一直很喜欢吃肉。大家好，大家既然你们期待已久的女嘉宾又现身登场，这人真的是见脸走遍姐姐，见双前门变前辈。我今天给小她做个美甲，别问姐今天为什么戴墨镜，就是姐尊严的保护色。Later。今天的墨镜好看，我下回想要一点好小的。我之前有一次去蹦迪，蹦掉了一个香奈儿的，实在是舍不得再蹦掉一个。现在浑身上下的首饰没有超过100块钱的。你这么说，我觉得你戒指蛮好看的，很像香奈儿的那个款式。戒指是真的。谢谢你今天请我做美甲，蓝眼狗我请你做美甲。哎，你直接给我安排10个小奶狗不行吗？也可以，只要不过来，可以把微信给我，替你聊10个男人。你老公刚发。买了台笔记本电脑，买电脑干嘛？好好的，手机聊不来，电脑打字快一点。我跟你讲，之前我用小飞，我前一天约了一个男的出来逛街，第二天约了个男的出来吃饭，结果第二天那个男的吃饭吃了一半，跟我说，昨天是不是约了谁谁出来逛街？我说你知道，他说我俩是室友，你知道有的是什么吗？啊，吃饭那个后来是我男朋友。爱你的人不会在意你有几个男朋友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读什么？你在读什么呀？厨房睡。想不到吧？一个金牛座真的很精致。不好意思，我磕不开，能不能聊打开一下？就是我这种一个月做一次的这种美甲频率，舍可难不被炒黑。你这个防晒好不好用？超好用，之前我用过超多牌子的防晒，都搓泥，我只用科颜色的不搓泥。这两个你。本人真的很爱推颜色，所以他真的没有在用过，而且用了真的很多，是我买的第二瓶。它就是一个涂上手也很清爽，你看拿它当护手霜抹。我做完美甲一会儿给你们再看一下，我的手真的又白又细又滑溜。你不会只拿来涂手吧？哼，怎么可能。我之前在英国出去玩的时候，我就会出去带着它，因为它很小，我拿它会抹脸，而且我查过它真的非常顶，有科研是专研的双重麦色率，还是雾化结合的。你想它都能防美甲的2-3小时的口罩，也防不了太阳的晒黑吗？你果然是一直很喜欢吃这个。你不要讲，人家没打十都在笑，人家录视频很难收场。你也是很拒绝，已经把我的这瓶没收走了是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瓶适合干皮，我家有个蓝瓶适合油皮的。我的脚是油皮，两瓶都要爱啥？面前我做个美甲特地的，不亏哦。做完了，好美，爱的要死。今天晚上约会10个弟弟，哎，看也是一点没亏。那你这个很好用，用了也给我，给我带去迪拜。你要去迪拜，你跟谁呀？我先是跟你去。好，跟我去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懂了。